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妹，欢迎来到我的 YouTube channel。 今天呢要带来的是徒手就 OK， 不需任何健身器材的徒手臀腿20分钟训练。在此训练中呢，会特别加强下半身的肌力，而且没有伤膝以及没有跳跃的动作，所以你不用担心吵到楼下的邻居。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跟着妹动起来吧， GO！第一个暖身动作，帮我扶着墙或者是门把，前后的摆荡你的脚，活动我们的髋关节。一脚完成之后，接着换边，可以多角度的摆荡，让你的髋关节稍微的暖身起来。那接着呢，帮我做一个宽站的深蹲，深蹲下去之后，两腿一伸，伸展我们的大腿后侧。好，再一个，吐气。下一个动作，一脚抬起之后，膝盖往外的打开，接着往回收回，先从一脚开始。接着换到另外一边，髋关节的外旋是活动髋关节非常棒的一个动作。那今天呢，总共会有24个动作，正式组约17分钟，还有包含最后伸展的5分钟。如果你准备好的话，就跟着我开始吧。第一个动作，慢速的停顿深蹲，给我一个稍微宽展一点的深蹲，两脚尖微微的外旋，慢速的控制下降，在最低点停顿个两下，接着吐气起身，主要刺激到我们的大腿前侧臀肌以及大腿的内收肌群，将你的大脑连接在臀肌，动作慢不求快。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接着直接帮我停在最下方，我们做深蹲的停留20秒，非常的棒。你还有10秒，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还没有休息，往前。往前，往后，往后，重心一直维持在下方。我们做的是深蹲的跨步走，注意你的膝盖不要内夹，保持微微的外张，感受到臀肌的连结。加油！15秒。沉下去，你可以的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让各位休息一下，20秒的休息时间。下一个动作，来到我们的分腿蹲，一脚前，一脚后，准备好了就跟着我开始吧。慢速控制的下降。接着起身，注意下降的时候大腿与小腿约成90度角，垂直的下降，刺激到臀肌之后起身，稳定的慢速下降，帮我数个5秒，接着起身，5、
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起身，很好。再给我两个，最后一个。我们不休息，我们直接来到后跨步蹲30秒，加油！往后跨大步，完整的刺激到臀腿，起身，节奏可以稍微快一点点，但是我们动作不马虎。下去的时候吸气，上来的时候吐气，很好。5秒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非常好。直接换到另外一边进行。保持你的呼吸。慢速的离心控制有助于我们的肌肥大的效果。还有15秒。保持你的核心平衡。最后了，三、二、一，接着把脚收回，做后跨步蹲30秒。往后跨大步，接着起身。15秒，加油加油，直到你的臀腿已经快酸炸了。最后的5秒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很好，休息一会儿。稍微喘息一会儿，下一个动作来到侧跨步蹲。我们先从右边开始，将重心往右方的移动，屁股向后推，在下降的时候感受到你的臀肌以及大腿。下去的时候吸气，蹲低之后起身。还有10秒，很好，下去的时候吸气，起来的时候吐气。接着我们不休息，我们上半身的前倾，另外一脚先往外的打开，起身的同时收回，感受到单边臀肌以及大腿后侧的伸展。上身前倾，让手臂自然的垂直的下垂至小腿的地方，很好。15秒，身体保持平衡。最后5秒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休息一下下，马上就换边喽。重心往侧的移动，屁股往后推，刺激到你侧边的臀肌，并用大腿来发力。还有15秒。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很好。一样，我们上半身前倾，刺激到左边的臀肌。另外一脚往外的伸直，起身的时候收回。这个动作也相当的考验到你的核心肌群。上身前倾的时候，屁股后推会更感觉到大腿后侧的伸展。最后的10秒，加油！
三、二、一，很好。稍微的喘息一会儿，下一个动作，我们等一下会来到无跳跃版本的滑冰式蹲。往侧的跨步，同时后腿往侧后的延伸，因此你可以刺激到你的臀部侧边的肌群，让你的手去碰你对边的脚，保持核心的平衡。这个动作我们还有20秒，加油！慢慢的做，更能感觉到我们的臀腿，很好，10秒。三、二、一，不休息，来到囚犯式的深蹲。深蹲下去之后，扭转你的身体，让你的手肘去触碰你对边脚的膝盖。下去的时候吸气，扭转的时候吐气，加油，15秒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很好。休息的时候，请帮我自然的带到地板的动作。待会我们要做的是青蛙的臀桥。双腿是弯曲的，脚掌朝向彼此，往上的抬臀，让你的胸部、腹部跟臀成一直线，接着下降到1/2的高度，一又1/2的青蛙臀桥，主要刺激到我们的臀肌，很好，核心收紧，感受到我们臀肌的收缩，5秒。三、二、一，很好。接着来到我们单脚的臀桥，向上的推臀，接着慢慢的下降，主要是用下方脚的脚跟来发力，骨盆保持正直，不要歪斜哦。抬到顶峰之后，慢慢的下降，很好，推臀，慢速控制，5秒。待会最后一下，帮我停留在最高点，停个20秒，加油。不要下沉，不要下沉 ，hold 在那边。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很好，休息一会儿。马上帮我换到侧边的预备动作，我们要做的是侧边的棒式开脚，下方脚的膝盖支撑于地。抬起的时候，同时将上方的脚撑开，这个动作也是训练臀肌很棒的一个动作，主要是针对我们下方脚的臀肌，加油。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很好，休息一会儿。一边结束了，不要忘记待会还有另外一边哦。一样，下一个动作我们会从青蛙臀桥开始，往上的抬臀，下降到1/2的高度，接着往上，一又1/2的青蛙臀桥，专注于你的臀肌的收缩，
20秒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很好。也要休息，来到单脚的臀桥，一脚抬高，用下方的脚的脚跟来发力，抬到最高点之后，慢慢的下降。抬起的时候1秒，下降的时候3秒，很好。倒数10秒钟，加油加油！来，帮我停留在最高点20秒，撑在那边，你可以的，孩子。在10秒钟，不要下沉，加油！5、4、3、2、1，非常的棒！不要休息太久，还记得吗？棒式的开腿 ，Go！让我们的身体在抬起的时候，尽量的将脚张开，主要运用到下方脚的臀肌，慢速的下降，接着打开，还有10秒，5、4、3、2、1，休息一会儿。正式组的训练即将完成，下一个动作给我一个鸟狗式，踩双膝跪足，手跟对边的脚同时的抬起，慢慢的收回，这个动作锻炼到我们的核心平衡，腹肌收缩，接着伸展出去，很好。4、3、2、1，换另外一边。最后的5秒，4、3、2、1，很好。紧接着给我一个平板支撑，先做交叉的平板，让你的脚先靠近你的手肘，稍微的再旋转一点，让你的核心腹肌出力，接着抬腿，换另外一边，轮流。我们还有20秒。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恭喜你完成今天的肌力训练。如果你还有时间的话，就跟着我做下一个部分的伸展操吧。首先我们先延伸我们的大腿后侧，接着重心往前，打开我们的髋去做完整的拉伸，再来回做个2次。
好，换边进行。让上身前倾，感受到大腿后侧的伸展。下一个动作，帮我成一个鸽式，前脚的膝盖是弯曲的，让你的上身呢完整的伸展，甚至如果你可以趴着的话，就趴着休息。接着上身起来，让你的手去握着你的后方的脚，打开你的胸，拉伸你的髋。很好，换边进行。给我两个呼吸，吐气。很好，我们的脚勾起，打开你的胸，三秒。二一，下一个蝴蝶式，让我们的上身尽量的往前延伸，停留在这边，呼吸吐气。接着往我们的右侧边去移动。谢谢今天的训练，今天的你非常的棒哦。往左侧边去移动，让我们的手尽量的往前延伸出去，再撑一下下，呼吸吐气，很好。最后将我们的两脚尽可能的打开，上身前倾，一样往前的延伸。接着往右侧的移动，尽量往你的右脚去靠近。如果你不行的话，让你的手伸到膝盖的位置就可以了。接着换边，一样停留个20秒。最后的5秒。呼吸吐气，很好。最后来到我们的下犬式，放松你的大腿后侧以及你的背部，两脚微微的前后的伸展，上身一推，感受到单边的大腿后侧的伸展。谢谢你跟着我完成今天的训练。今天的训练呢，特别带了一些暖身，还有训练后的一些伸展，希望大家喜欢这套训练。那当然这套训练呢也是经过我精心设计，所以你们应该可以感觉到即使不用任何器材，臀腿也快炸裂啦。那如果你有完成的话，在下面点一个赞，或者是给我一个 fire。 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